黑环爆发了，而你没有阻止，我豁出命去救你，你却没有阻止黑环，就因为你下不了手杀那个怪物。什么 FAC， 什么迪斯城，对你来说什么都不是，你只关心自己手底下那群怪物，因为你也是怪物。变成这副鬼样子，都是因为你们这群怪物。可憎的怪物，可恨的力量，一群疯子！该杀了你们！说什么特殊战斗，放你们出来就是错的。NBCC 就是个笑话，是你们带来了狂恶，你们引爆了黑环，你们是这座城市的毒瘤。说话呀，你反驳不了，因为全是事实。少给我装出事不关己的样子，零三六是谁杀的？他穷尽一生跟黑环对抗，最后是怎么死的？他保护了你那么久，你又是怎么对他的？你不忏悔吗？你不痛苦吗？哼，连这也动摇不了你吗？我就知道，看吧，根本就不在乎我和我兄弟的死活。留在黑环。整个迪斯城都乱了套，因为你唤起了一个沉睡的黑环。干得漂亮！我给你机会，就是在等叛徒自己露出马脚。考核结束了，新人。